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的肩带爆开了，它在里面突然弹开，我想说我等下内衣会不会变大？还好，没事，看不出来，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婷。现在呢，我人又到了桃园巨蛋，但是不一样的是，以前都是来当观众，对不对？今天我是要来体验一日直男啦啦队，超级紧张又超级兴奋，因为等一下呢就要跟啦啦队们练舞。在球赛开始之前呢，我先带大家来开箱一下最香啦啦队休息室，而且今年还有加新成员哦，不多说，走。Hello， 欢迎你们认识一下我们今年的新官。好，走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老师好，我是凯莉。大家好，我是宇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全队最小只尤米。小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佩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萱。嗨，我是千惠。我是佩晨。 Hello， 我是明明。 Hello， 我是永远为你加油的友友。嗨，我是雅雅。来，还有一位，最后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队长，就在这。来， Hello， 我是今年的队长，吃可爱长大的陆威。哇，我今年还改名。你们是不是一半以上都换人了？我们四个学姐大太换耶。哇，全部都是新学妹，跳舞都超强。等一下你们自己看就知道。太棒了，那今天呢，我是你们的一日学妹，所以要让学姐来带我了，好紧张哦。那我们就先介绍我们的衣服。那既然是我们一日直男啦啦队，是我们的学妹，那就要换上跟我们一样很辣的空姐装啦。哇，天哪，我好像受奖人士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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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这个衣服会不会太合身了一点啊？看一下大家，真的很显身材。哇，腰是腰。那这样，等一下我就不能大吃特吃了。来，待会换给大家看。那换衣服之前呢，我先来跟大家一起练舞啦。耶！现在要来带我们的学妹来跳我们的招牌舞蹈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下面、下面都要动哦。好，下面。下面。不会，老师会，老师会。哇！成为他们正式的一员，我先去换衣服了，走。学妹，130 pose， 一个，两个，哇，三个。好 ，OK 的，我已经换好衣服了，接下来呢，就请学妹带我去楼上的环廊看一下有什么活动哦，走。OK， 我们已经来到户外了，现在呢，就有两位学妹。凯莉以及佩晨来带我逛一逛。那这边呢，进去之前，其实也可以看到场边有各个美食，饿的时候就可以吃。对，是吧？有的时候球迷还会帮我们买进去，好棒，很幸福哎！就是买这里的东西给你们。对，所以换新鲜的。对啊，很棒很棒，这样完全不怕肚子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那学妹，我们里面很精彩哦，这是我们的环廊区，我们等一下带学妹进去看看。好，那我们走。
耶，来到第一个景了，欢迎学妹来到环廊区的主题拍照区。这里呢是我们这一周的主题，叫做 TYP 情人一起去旅行。这里是不是很像露营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他们的主题呢就是一起去旅行的感觉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，就是有脚踏车啊，然后也可以在这边拍照，拿我们的看板这样子一起拍照。对，哦，像这样子可以跟大家一起拍照，球迷进来就拿着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上面就写 Let's Go Pilot。啊，对对对，真的耶！等下进场的时候，大家会一起 Let's Go Pilot 这样子。你们还可以做一次手势，加油，加油口号 ，Pilot。对对对对 ，Pilot。对，好热血哦！对，天哪。还有这个帐篷可以供大家拍照合影留念哦。好，那我们刚拍完照了，我带学妹，我们去游戏区玩一下吧。走 ，Go Go！ 每次来到篮球场，都是我一个人在玩游戏。今天有学妹，不对，我才是学妹。今天有女孩陪我玩，太好了。我们手上是什么？是你们女孩的毛巾，没错。所以如果想要女孩毛巾，赶快趁现在来买咯。我们之后还会出很多，快要没有咯，快要没有咯。逛完了，接下来呢，球赛就要准备开始，我们赶快下去准备啦，走。先跳开场，那开场完了之后就会有女孩的表演，因为这几天比较特别，就是情人节周嘛，那就会有女孩的个人 solo。 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这一次的中场是有表演的，因为在往常我们在看直男啦，对，他们是没有中场表演，但是 High Cross 是有的，所以可以期待一下，走走走。我们现在在场边预备啊，然后这边因为是道路的那个风口，所以他们现在冷到每个都在抖，你看有没有这么冷？只有我不会冷的，为什么？还是不是我皮比较厚？很远，但后来还好，偷看马上过去了，好险好险！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，我跳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的肩带爆开了，它在里面突然弹开，我想说，我等一下内衣会不会变这样？还好，
没事，看不出来，成功。OK， 然后现在呢，球赛要开始了，那女孩们就准备第一场的节间舞蹈。我呢可以休息，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熟人，我现在带你们去看是谁，走。在身上拿回去赶快买就对了，想象对，没错没错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继续加油咯。好，其实我觉得穿这样超级不自在，因为我觉得平常不会穿那么少啦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有点别扭，但是我必须说还蛮辣。那现在女孩呢已经准备要去旁边要跳中场，中场时间呢我没有上场，我是第三节，所以期待。哇，现在中场时间，一堆啦啦队员，而且是前 press， 对呀，重点 pilot crew， 重点前 pilot crew 就算了，还有现在的台北战神啦啦队，也会，对，你们怎么全部约好了，是不是？默契，我们是默契，没有先约好，都是巧遇的。在场边，他们是这样。对，而且我们还很巧的坐旁边。对对对对。来，我要来访问一个人，就是 Mika。对。我们乐天的新学妹，最新的学妹 Mika， 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我要这个小菜鸡。哦，好好，来来来，来我要把你要升起来了，来先介绍一下啦。要来的春训，你会紧张吗？我很紧张哎，我原本还想就是偷偷私讯小杰老师说怎么办，我很紧张这样。不会啦，但是你知道四个还好有小琴老师在，四个新生里面啊，两个私讯我，你没有？你不是要私讯我吗？没有，看来都没问题。因为上次的那个一日乐天，我觉得我有稍微打一个强心针哦，就还好。没错，还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也期待 Mika 就是赶快到我们乐天职场上。上场好，加油！中场时间，我要来问一下学姐，因为我发现整个休息室都变化了。你们本来是没有镜子，只有桌子。我们今天大声，我们还有那个王美强，真的。可是会只有这王美强，然后还有各个就是你们穿。
穿篮球衣的，然后穿空姐服的，整个王美强都在那边让你们自己拍，而且我们的自己是对，对，这很重要，很重要，队长很在意这个，化妆还没化仔细。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其实也还蛮久之前，然后我来的时候是真的完全忙，就是桌子什么都没有，是一个有点像储物间，啊，储物间，重金打造，对的，感觉出来了。游刃有余，现在还是会紧张，还是会紧张。经验值是有比较多，但是要学习的东西还是有，比较多领域可以在场边跟你聊天。老鸟，开始有老鸟姿态，学妹就会坐在那边，就是我等一下上场了，有差啦，待会我们也要准备上场。访问一下学妹组，四个都是新进来的学妹，怎么加入这个团队的？甄选进来。你们之前是有跳过啦啦队的吗？没有，零经验，然后来到这里。对，你觉得跟平常不一样吗？对，我觉得我蛮开心的。我蛮喜欢的，至少是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啊。我有感觉到千惠会觉得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她今天有个人 solo， 然后我有发现她跳的比较 hip hop， 所以你之前是舞者。算，但是大学的时候就练得比较齐，然后来到这边当辣妹，对，要一个转换，哈哈，我还是没有转回来，还没啊，他每次都会很认真的教我，就是要怎么女生一点，一样的动作就是会有一个看起来特别难啊。你们有没有在场上遇到很难忘的事？场上还没有站好，还没有站好，因为就下了。上班的时候，对工程师，我被安排在客队赢球员跟接见人员跳。你在这么跳的时候是很近客队的，然后所以他们其实也不用对你说特别客气还是怎么样，但是他们的球迷就是超级热情的，要加油！然后还帮我剪了个 reels， 然后就跟我说，但是学妹是被排到客队前面这样子，也是一种鼓励。对，老师训我支持我，我只是一个小菜鸡，然后可以收到客队的，真的。不然平常就是在客队，然后你就在那好可怕。如果球迷有 feedback 有回馈的话，我觉得啦啦队应援起来其实会更有活力。对，我们每一位球迷也一起支持一下我们新学妹，好吧，加油。另外组学妹是宁宁跟新学。 Hello， 我是宁宁。我是新学。相信职棒的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，因为两位都在味全龙啦啦队。没错，职棒跟职篮差别在哪？虽然我很常问过大家这个问题，然后大家永远回答都是职棒非常热，然后直篮有冷，很冷，我都会一直披着毛巾，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超级怕冷的人，而且篮的节奏很快，是没错，完全没有像我们以前四五六局可以吃饭，真的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是可能要等到比赛结束我才能吃饭，所以你们刚刚都没吃饭，都还没吃饭，你确定？我刚刚看到你便当已经，你不要骗人啦，要饿一点，我是真的都还没吃饭，因为我今天这样我才体验上半场。就觉得哇，好赶好赶，然后才第一节结束，我就马上来换衣服。对，就是每个暂停啊，然后都有很多事情要做。然后现在肚子超饿。对，真的。好吧，没关系，等球赛结束再来。大吃特吃，大吃特吃。好啦，等一下继续加油。耶、yeah ，今天你都生病了。第三节已经开始，我们就是等第三节结束一起上去表演。哎，先说，我有穿衣服，看起来好像没穿衣服。一日啦啦队体验下来，我真的觉得哇，好感真的没有像棒球啦啦队这么游刃有余。当然，我自己职棒也熟悉了，知道它的时间在哪。那篮球的话，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快，就只是下来一下下，然后又要上去了。那待会呢，我又要上去了。好啦，球赛加油！而且最开心的是，现在是领先的哦。OK， 现在是第三节倒数3分48秒，比数是65-47。等一下我就要上场了，好紧张，加油！
刚刚都没有跳错哦，游刃有余，完全 OK。学姐来打个分数，绝对是100分满分。其实我们刚刚就是有再加长一小段，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我们稍早在休息室练的时候，有一段是没有学到的，然后他们刚刚在里面帮我恶补，临时才学，但是完美消化，好险成功了，耶、yeah, ，成功。Roller coaster ride, hands up in the sky, take you on a ride, love to feel the high, we can start again, laughing to the end, screaming at the top, hope it never stops.学姐太漂亮了，没有办法，学妹很厉害，很会讲话。我自己是就是都没有跟小晴一起工作过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很开心，对，很像什么同乐会，有一点点小小明星赛的感觉。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记舞超快，没错，就是随便教一下直接记住。好，偷偷说是因为之前跳过了。很厉害啊！好啦，我觉得有一个缺点要改进一下。什么缺点？就是太漂亮了，抢我们风采啦！现在的学生都好会讲话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他们之所以会叫我小晴老师，小晴老师是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有帮他们编过舞。那虽然今年改组了，就是一半以上都是新生，但有看到大家更进步的一面，而且每个都年轻漂亮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啦，很开心呢，今天也能来体验这次一日啦啦队。一日啦啦队，我们还是成功了，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，我们一起喊一个一日啦啦队成功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一日啦啦队成功。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话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喜欢的话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哟。那未来呢，想要看我挑战什么一日系列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